冷凝，那种水冷接到外面那个也是这种，啊对啊，就一模一样的东西啊。对啊，只是它多了压缩机啊，压缩机会那么多？对啊，压缩机很固定啊，啊不能自己装，你也可以把电脑装冷气啊。你说我的电脑装压缩机哦，怎么可以？会超吵哎、欸！他就是弄透明的给你看，帅啊！